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，我特地化妆。哎，西西要给我化妆了啊！拿个凳子过来。嗯，画哪儿？画长虹。爸爸，你能不能先不看我？等西西画好了，你再看。 你给我画个新娘新娘妆吧，你也要嫁给爸爸了。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。我可以看了吗？ Oh baby。更加爱你了。 吓人，这真像妖女。哎，你看，石头还是比较善于说这个。我照眼镜子，看一下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！啊，鬼来啦！鬼来啦！妖怪来啦！啊！你闭嘴！ 我可是蜘蛛精啊！救回来了，孙悟空。新妈妈，你要就这样去给大家做饭吗？还有指甲油呢，我上指甲油更像妖怪。哎，这个不是不可以涂到身上的吗？这不是只能涂在芭比娃娃身上的吗？成妈妈。 我妈妈真的妈妈说，成人抵抗力强，所以就能。我抵抗力强，你把抹芭比的给我抹脸上啦。好吧，那我就是芭比娃娃了。那你不能动，不能说话。<笑>你看看你这妆，你看看我是不是真爱？这都不嫌弃。那还不是你闺女给我画的，来谁？